突然觉得，以我的性格和情商，以后也只能和小孩子们一起玩了。现在开始准备了，准备开始唱戏。二胡擦好二胡。你干嘛呀？我看一下你们在玩什么游戏。全翻过来就赢了，对吧？翻一个拿走一个。翻两个拿了三个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哦呦，哎呀！赌这么大，三张。哦呦！哇！那谁的手大，这不就？哦。好厉害啊。你这是梭哈了，你这是啊，梭哈了。能让我拍一下吗？我试一下，好吧，来。把口手，你哪里漏气？给我。可以的嘛，是吧？我帮你拿下。我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你来呗。我试一下啊。你不抽烟的吗？我不抽烟的，这全是用烟盒叠的，是吧？忽然觉得，以我的性格和情商，以后也只能和小孩子们一起玩了。成人的世界太复杂了，不太适合我。
看着这木偶表演，就明白为什么官场上站在台前表演的那些人被称为木偶人。可是，按照我的理解，操控木偶的人应该是躲在舞台的下面，或者躲在幕后，观众看到的应该只是舞台上的木偶才对啊。这里完全不一样，举着木偶的人的一举一动，台下的观众也看得一清二楚。难道现在都变得这么明目张胆了，一点儿也不需要避讳了吗？长见识了啊，长见识了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木偶戏的表演，长见识了。哎，刚那小朋友呢？来来来，照来照个相，来照个相，来照个相。来，谢谢啊，谢谢你送我的果冻啊，谢谢。你小孩吧，刚拿个果冻送给我吃，很棒很棒很棒啊。好，我现在赶紧去喝那个泥虫粥去，要不然太晚了没有了。他们还在看大戏，我不看了，我要先去吃东西了，吃那个泥虫粥，要不然去晚了没有了。一会儿回来吃完饭看看还有没有的看。